彰化邮局举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爱心活动，那透过帮助我们在地的地瓜农，那也帮助社福团体，这样一个一举两得，来帮助做社会送温暖的一个动作。那才讲因为目前因为在新建教室大楼也非常需要经费，也欢迎所有的观众一起来，大家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忙，来捐款，来捐助我们这栋大楼赶快可以落成。我做目前做餐饮做二十几年啊，迄阵困扰是老的，我身体无好，阮早返乡转来做餐的，到阵目前我已经到二十年啊，这二十年过程中，我一般是各地位农民，到后壁是因为讲大城市一个比较偏向地方，然后主要产物还是以地瓜为主，迄阵我们都集结了大概三十三的农民来成立一个合作社。然后再把这些地瓜透过合作社来行销全台湾，到外销这样。就是先找的就好，先找的。那你们会再请一些人？